长莅临会场，欢迎县长。你看你底下调的打工，来来来，张大哥张弟子，喂，恭请县长复答命令。命令，奉内政部111年1月12日台内人事第111000-2159号令核定，李谋旺调派。在云林县警察局局长，其所属员警均应服从命令，恪遵纪律，尽忠职守。此令，中华民国111年1月17日。本局同仁请坐下。交接应信，主持人县长请就位。监交人请就位。现任代理局长、新任局长请就位。交接应信。请现任代理局长、新任局长请复位。新任局长。
长宣誓，请新任局长就宣誓位置。请主持人就监视位置。请新任局长宣誓并举右手。请宣誓。誓词：于誓以至诚，恪加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浪费公帑，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受受贿赂，无违誓言，愿受最严厉处罚。谨慎。宣誓人：李谋旺，中华民国111年1月17日。继承誓词。请新任局长复位。请主持人复位。请监交人就座。林建华林代理局长，那我们新任的李谋旺李局长，以及在现场所有的议员、所有的嘉宾、所有的我们警界的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院长好。好，今天新任局长的交接典礼，本人一方面要对新任的局长荣膺新职表达道贺之意，另一方面也对各位贵宾在百忙当中能够抽空观礼表示感谢，更对在座警察同仁接风沐雨、尽忠职守，为维护本县治安工作所做的努力与贡献，由衷的表示敬佩以及加冕。在此，我要先向我们朱顾局长钟泰表达无尽的感谢以及思念。朱顾局长于1909年9月25日到职，就职以来身先士卒，戮力以赴，对本县治安、交通等警政工作鞠躬尽瘁。谢谢朱顾局长对云林县所付出的一切，本人铭感在心，也衷心感谢林代理局长、陈副局长在局长遗缺尚未派补的期间，与警察局同仁继续守护本县的治安、环境以及交通安全。我想在这里，我还是特别感谢我们朱宗泰局长。我想他任内的表现让我们非常感动，所以不只是我们所有的议员先进对他都是称许有加，也特别的感动他所有任内所做的一切。那我也非常期待我们新任的局长将我们朱局长还没完成的很多的任务能够继续的来完成，我也希望我们警界的同仁也能够如此的来配合我们新任的局长。那我们新任的局长李谋旺是中央警察大学51期毕业，在职期间不忘进修，取得警大警察政策研究所博士学位，工作经历曾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龟、林园、左营、凤山、林雅分局分局长，保安警察第七总队主任秘书，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副总队长，内政部警政署行政组的组长等职务，职务历练相当的完整丰富，在工作上的表现优异，深获各级长官的肯定，特予拔擢升任本县警察局局长。相信以他的工作能力和精神，未来一定足以升任新职。本县在朱顾局长及警察局全体同仁的努力下，2010年全班获刑案破获率较2009年同期增加1.98%。民生窃盗部分，本期破获率为96.81%，有效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减速枪械、打击诈欺、查缉毒品、
及扫荡治安对象方面，亦均有非常显著的绩效，充分展现团队合作的能量，缔造良好治安成果，让县民能免于恐惧生活。另外，也推动协寻人口比照重大刑案办理的工作，长者寻获率提高近100%，大大降低长者因为迷失而伤亡的几率。本县有序上场，积极打造高龄友善宜居城市，是县府首要努力的方向与责任。为达成上课愿景，需要全体警察同仁全力协助，县府亦会当警察局坚强的后盾，让警察同仁能无后顾之忧，勇于执法，预防各项危害及暴力事件。那也希望李局长接任以后，能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下继续发挥所长，有效推动本县治安与交通维护工作，并精进各项警政为民服务项目，带领同仁结合地方各界力量，共同建构云林县成为用正义书写社会、五生共好的幸福城乡。最后，本人再一次的感谢我们警政署李永奎副署长，他是我们云林县连长乡的子弟哦。那我想他今天特别回来哈、哦，我们是不是给李永奎副署长一个大大掌声，好不好？啊、哦，谢谢哈、哦。好，以及今天在现场我们所有各位的贵宾对本县警政工作的爱护以及支持，那也希望我们本县警察同仁在新任的李局长的带领之下，能够同心一致，共赴时工，为创造本县祥和的治安环境而打拼。那我今天在现场特别感谢今天与会很多的贵宾，还有很多的议员先进，那在议会也持续给我们哈啊所有警察局更多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预算上面哈，他们呐 啊一再一再的哈，警察局的这个预算一点都不能删哈，可见所有议员先进对于我们警界同仁大家的支持，以及默默的哈关心大家，甚至呢也希望能够给我们警界更多的这些好的福利跟好的待遇哦。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议员先进有的来到现场，我们也给我们议员先进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好，谢谢啊。那今天呢、哦，我想还有我们很多哈、哦、多位的哈、哦，包括我们涂校长的哈、哦，还有我们多位的贵宾哦，都也能够莅临哈、哦。我想都是我们呐、啊、警察界最大的后盾，最大的支持。那我想今天呢、啊，这么多的贵宾非常关心我们今天呢 啊警察。我们局长的一个交接典礼，表示呢哈啊，无论任何一个局长来到我们云林县，我们都希望成为我们警界的后盾，也给我们局长更多的支持，让他在推动各方面的政策都能够非常的顺利。尤其我对朱局长非常的感动，他在临终之前写了几个字，我真的到现在还非常非常的感恩他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啊对云林县的贡献。他写的治安、交通、对同仁照顾、对乡亲服务，我想这是他念之在之啊，这几个字就充分的展现他对云林县是一个非常负责任而且尽忠职守的态度。所以他今天呢、啊、不顾自己的生命哈、哦，鞠躬尽瘁，我在这里还是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我相信他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感动他哈、哦。那今天呢，我还是啊感谢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李代理局长还有陈代理局长，他们在这段时间还是坚守岗位啊。虽然我们朱局长不在，那但是他们这段时间的表现可圈可点，稳定军心呢、啊。我们在此呢，也要给我们啊林振华代理局长以及陈副局长哈啊，我们给他们大大掌声来感谢他们，好不好？哎，谢谢啊。那我们啊、期待我们李谋旺局长哈啊，能够秉持他的这个专业，还有他的经验跟他的热情，继续为我们云林县所有乡亲来努力，继续守护我们的治安，守护我们所有交通的这个顺畅跟安全。那当然还有很多重大案件，我们还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让云林县治安更好。无论是枪械、毒品，我们都要啊严正的打击哈、哦。我们绝一定要展现我们呐、啊、维护乡亲生命财产啊所有的这个治安呐、啊，我要展现这个决心。然后我再一次的感谢今天莅临我们警察局长的交接典礼，那也利用这个机会
来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事事都能够圆满如意，虎年行大运，虎虎生风。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新任的李局长，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是云林县警察局借新任局长交接典礼，一方面对新任李局长表达祝贺之意，同时也对在座的各位贵宾在访问当中抽空来观礼表示由衷的感谢，非常谢谢你们。首先对林代理局长在这段代理期间更续协助警察局其业务顺遂的运作特别表示感谢。故朱前局长中泰自109年九月到任后，各项勤业务及专业工作都能够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治军严厉、勇于接受挑战跟不鞠躬的个性，奋战到生命最后时刻。刚刚县长已经讲了，我还是要重复再跟大家报告一次，奋战到生命最后时刻，能用纸笔写下交通治安服务民众关怀同仁等字，尽忠职守的精神真的是令人敬佩，到现在都很怀念他。在此特别感谢副前局长一生为治安与警戒的贡献。现在的李局长莫忘，刚刚我们县长已经将他的学经历都报告得很详尽了，他现在是一个博士局长，他的学经历非常的丰富，他跑过好几好几个地方，大概东南西北都调过了可以讲说经验相当的丰富。特别他最后在我们警政署行政组长服务的时候，刚好遇到疫情更为辛苦，他为我们整个警界争取到相关防疫预算总共有新台币9亿264万元这相当不简单。那李局长在各项的工作都能够圆满达成任务，深获各级长官的肯定。今天特别借重他的长才来派任我们云林县警察局局长，希望李局长就任后能发挥所长，继续推动警察局各项勤业务，并能与有关单位加强沟通与协调，领导全体同仁共同努力，创造更辉煌的工作成果。也利用这个机会提出警察重点工作目标跟核心价值，以新任的李局长跟我们云林县警察局全体同仁，我们大家共同勉励。第一点是强化执行防治酒驾行为，统合警力，严打酒驾这个大概目前是最热门的话题酒驾零容忍，政府一贯的政策。近年来酒驾违规情形虽然有逐渐的改善，但是酒驾肇事伤亡并未逐年下降，酒驾行为严重危害自己跟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特别请各单位要严正交通执法，严格取缔酒驾事件，宣示执法决心，并全力防治酒驾累犯，以及强化宣导等作为，共同维护交通秩序，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第二点是落实防疫工作，以执勤注意安全。疫情发生以来，我们警察配合疫调工作也做得很好，那很快速的清查确诊个案的接触史，及时提供给卫生单位进行通报管制及隔离，有效防止疫情的扩散。但是现在疫情吃紧，各单位务必持续备战，
防疫工作绝对不可以轻忽懈怠，执行勤务也请各位同仁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先保护好自己。第三点，持续扫荡黑帮、枪械及特种行业，强化我们治安作为。本署目前通令各警察机关加强扫荡黑帮、非法枪械及酒店、舞厅等特种行业场所，进行高频率、密集性的临检等治安强化作为。特别请各单位提前检视潜藏的治安因素，事先防治，全力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务必让黑道帮派或者是夜店业者要为破坏治安付出惨痛的代价。第四点，打击街头暴力犯罪，维护治安平稳。刑法第119条、150条聚众多罪应完成修法，针对聚众多案件，特别请各单位要加强搜证，依法就办，要严正执法。第五点，恪遵法令执勤，加强教育训练。媒体报道，我们严谨执行临检涉及到违法搜索，导致于法院排除相关证据，并判决被告无罪，抹煞了同仁努力的成果，更让社会对警察产生不信赖感。所以要特别请我们加强教育同仁，各机关主管管可以跟地检署设立联系窗口互动交流，以事实厘清执法疑义，避免不法侵害人民权利，建立警察执法的专业形象。第六点，落实报案激励，强化安全意识，受理民众报案啊，应该依规定如实开立报案证明单交给民众，不得无故推诿延迟，不论是特殊重大或普通刑案，都应该立即处置，不得轻忽，请各单位落实执行。另外，同仁执勤常会遇到突发的状况，也请各单位主管管要随时提醒同仁要提高警觉，强化教育训练，确保安全。第七点，严格风纪要求，不论是不适任者断然淘汰。每当发生严警风纪案件，社群媒体常常会立即的传播，引起民众批评，很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警察形象。再次提醒我们各位主管管啊，应该负起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加强考核不适任的同仁，必要的时候还是要以淘汰，以宣示净化警察团队的决心。最后再次感谢我们各位贵宾，我们各位社会贤达人士对于云林县警察局的爱护跟支持，希望警察局全体同仁能在李局长领导之下全心全力投入警察治安工作，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尽警察任务，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大家心想事成，五年行大运，谢谢。请监家人就座。察长洪家元，欢迎。云林县后备指挥部指挥官林武庆，欢迎。云林县炮测中心指挥官庄友凯，欢迎。云林县宪兵队队长林湘伟，欢迎。移民署云林专勤队队长邓宇哲，欢迎。云林县议员林月章林议员，欢迎。周秀月周议员，欢迎。李建生李议员，欢迎。赖淑蕊赖议员，欢迎。王佑明王议员，欢迎。王秋竹王议员，欢迎。陈俊荣陈议员，欢迎。蔡明水蔡议员，
欢迎议员黄美瑶黄议员，李明哲李议员，廖伟琴廖议员，议员好，廖秋平廖议员，廖万廖议员，欢迎蔡月如议员特助陈志宇，欢迎云林警友会理事长徐百芳，欢迎云林警友办事处主任林景腾主任，欢迎埔委副主任施松吉施主任，欢迎云林县义警大队大队长吴月华，欢迎副大队长许春和，欢迎副大队长陈德喜，欢迎云林县民防大队长苏正义苏议员，苏大队长欢迎民防总队顾问许温德，欢迎顾问好，义交大队长张松竹，欢迎副大队长张志祥，欢迎云林县志工协会创会会长涂金柱，欢迎理事长陈青三，欢迎退警协会理事长庄安吉，欢迎云林县新闻记者协会理事长蔡佩敏，欢迎补充介绍，云林县议员赖明元赖议员，欢迎警政署驻区督察黄世吉督察，欢迎台湾传播媒体协会理事长周习宏理事长，欢迎副理事长黄丽花副理事长，欢迎谢谢各位长官及贵宾莅临指导，为我们加油打气。接着请主持人复位。李晨。同仁请，来宾请 N 位就座，本席同仁请起立。谢谢县长，谢谢县长，谢谢大家，请同仁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县长及各位贵宾莅临。就怕长官跟我们好像是专业想法，来很贵，贵就有了，有一贵就有。哦，小心啊！往旁边一点第三台靠左边，
拢坐好坐好吼，来啊，围下来，看镜头下，哎，围下看有吗？好，来，五六七，好来，五六七，再盖好来，五六七。啊！你啊，大家拢紧张啊咧，吼！好来，一二三，赞！再次哦，来，一二三，赞！来，再张，一二三，赞！好，谢谢。啊，也不完全，赞，赞，赞，要靠黄文杰，赞。恭喜我们的新科的这个局长警察局长，我们李谋旺李局长，他能够顺利来接任我们云林县的警察局局长。那不只是能够为我们开启新业，他以他本身的专业跟经验，跟他本身呢在警界所有服务的这些经验哈，那可以来继续为我们乡亲来守护我们乡亲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我想以他本身的专业跟他的热情跟他的经验，绝对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来为我们乡亲来努力。那我在这里特别恭喜他，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发挥他本身的专业，跟把他的经验呢能够传承下来，那甚至可以发扬光大哈。那至于就是我们云林县哈这个农业大县哈，我们很多的这些农民哈农产品哈的这个收获，农作物的收获，我想也是需要拜托我们局长的哈。那同时我们在很多的这些失意长者哈，那失联以后呢以前我们的寻获率都是100%哈，甚至在 A1 的这个车祸整个哈这样的一个死亡情况哈也降低了将近20%哈。我想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成绩，那包括这个五倍券的破获，包括我们这个长枪啦器械啦哈，还有这个毒品然后还有这个炸弹哈和炸弹案，其实在这段时间都有非常显著的一些进步，跟让我们乡亲感受到我们警察同仁的努力。所以我们也期待新任的李谋旺李局长能够秉持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继续为我们乡亲的治安交通来做努力。那我们对他期望非常高，那我相信以李谋旺局长他本身的经验还有他的热情，也一定会全力来守护我们乡亲。谢谢县长，在我上第一天呢，特别对我交付这些任务。我相信呢，在我们副局长朱荣泰副局长的良好建议之下，我也努力来达成现场交付任务，还有警察的本业工作。那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能够做到像他那么好的这个水准。但是我想我们尽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县警察局同仁来追上在这两个基础上做好我们的治安交通跟人民工作。谢谢。好的，我们的这个警戒博士好，谢谢。你老人来个 Q 面皮啊，对啊，对啊，哎呀，现在。